Hello，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菜啊，我们来炒红薯粉儿。红薯粉呢，可能大家凉拌的比较多啊。我们今天做热菜，这是一块红薯粉儿。备菜就是把姜切成小末，蒜呢是切成蒜末，或者颜色可以放点小米辣。晶莹剔透啊，下饭可口的这个炒红薯粉都做好了，换一种口感，大家试着做起来。